5月30日2013 MSN 时尚影响力大典拉开了序幕，活动当天伊能静、温虹、任泉、樱桃、孙淳等30多位明星大腕纷纷到场参加颁奖典礼。颁奖典礼的红毯上，各位明星可谓是费尽心机，个个都想成为红毯上的焦点，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演员模特，不仅穿着大胆暴乳博眼球，有些女性的服装甚至类似皇帝的新衣，薄透露的让人一览无余。不少男明星出席颁奖典礼，演员王千源就获得了该时尚盛典最受欢迎男演员的殊荣。